大家好，我是飞鱼王龙哥。今天我们来这，我们带来了一个小鱼竿，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能找到什么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洗一下，把它洗干净。洗一下。好，鱼竿我们已经搞好了，剩下拿去烤。来，这油应该是洗外面的烤。我洗完了。用石头压着它，不要让它掉了。好，这就搞定了，搞完之后这一下，我的很干净了。我看一下效果。石头不错，很碎裂，我来给它放上。好，放点小虾米下去。